照片。欢迎欢迎，来，他人本人先报道一下，谢谢。杰出校友，杰出校友，哎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谢谢谢谢。来，现在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第一位杰出校友叶淑女女士，本校第十一届毕业生，同时也是我们三重国小的退休教师。叶老师在小学教育现场服务长达42年，更于1987年荣获教育界最大荣耀师铎奖。我们恭请校长为我们颁奖。叶老师终身坚守教育岗位，深受家长学生的喜爱，为三重学子贡献了毕生心血。让我们再次恭喜叶老师获奖。成功三校友曾经担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副主委，考试院建筑师考试一波80到90年代红遍演艺圈，有着第一美型歌子戏小生的称号，目前致力于推广歌子戏文化及新传教学。校长为我们颁奖。老乡连校友曾经多次受邀海外演出，受到当地华人高规格热烈欢迎，更曾经连续登上国家音乐厅剧院舞台演出歌子戏，创下当时票房秒杀纪录，校办理各项活动不遗余力。欧明雄校友担任本校国乐团后援会会长，带领国乐团进行校际交流，并且支持本校大企业国际奖项资格，于企业经营领域表现杰出。文清上校友除了自身专业的优势模范不清，同时当选本校110学年度、111学年度家长会会长。陈森来校友法律顾问以及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、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委任律师，于法学专业领域表现杰出。女士，本校第46届毕业生，台湾戏剧女星，从事电视、电影、歌唱、主持等表演工作，有戏剧女王之称。近年更担任至善基金会形象大使。荣获新北市社会优秀青年楷模，于公平行政领域表现杰出。让我们再次恭喜王威元校友获奖。顾一叶，外景主持人，参加超级国王大道获得满分，并且参与多部戏剧演出。肖志伟校友经营 YouTube 频道创新有趣，于2019年荣获台湾国乐团绿笛飞升第一名与最佳人气奖。林佳颖校友曾多次受邀参与各大乐团演出，意大利、中国许多城市，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学姐哦。我们感谢永华会长常年来替我们的学生争取了非常多的福利，帮助我们学校很多的弱势学生。最优异、最亮眼的杰出校友来到我们台前，一起合影留念，一起纪念这个三重国小100岁。您的杰出表现是学弟妹们努力的方向，也是三重学子们最好的榜样。再次恭喜以上获奖的杰出校友们，三重国小以你们为荣，也以你们为傲。